大家好，我是韩国多优矮羊，我做一个小测验给大家。在韩国最有活力、充满青春的气息，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和美丽的夜景，又可以体验水上活动的地方是哪里呢？我的问题是不是太长了？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值得炫耀的地方。今天跟智妍一起探索的地方就是釜山还有金海，那我们一起进去吧，走吧。今天的第一个景点是嘉耶主题公园，这里是韩国观光公社指定的2022年入境安心旅游景点之一。嘉耶主题公园是一个绿色生态主题公园，位于彭城山的山顶，占地6万坪左右。这里是透过展示、表演、体验、游戏，利用五感去体验金光嘉耶老城故事的空间。并且离市中心也很近，游客可以跳脱城市的压力来休息的地方。嘉耶主题公园的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6点，夏季会由夜间开场，直到晚上10点。请大家一起欣赏嘉耶王国涂鸦秀。2022年全新的演员和华丽的演出，激情的表演，绚丽的灯光和音乐会令人耳目一新。这是透过塔苏、划痕、彩绘、涂鸦融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美丽的嘉耶王国的故事。这场表演也是一个与观众一起互动的表演，作为嘉耶雅剧，外国游客也可以毫无负担的观看。请留意，这场演出每个礼拜一休息，表演时间为60分钟。哇，太精彩了！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表演，因为我做导游8年，已经看过100多次的涂鸦秀，但是这里真的蛮特别的是，他们做出来的作品跟嘉耶王国有关的很厉害的作品。在这里最有人气的双重极限分为3种，第一个是刺激高楼，在15公尺上空体验72种不同的挑战，是一个挑战极限的项目。在这里你可以挑战自己，与伙伴们合作，提高自己的成就感。第二个是极限自行车，这是韩国第一个在22公尺高处的高空脚踏车，脚下可以看到金海平原和若洞江，全长约500公尺。想一想，用一根绳子骑脚踏车是不是很刺激呢？最后一个项目是极限飞行，在这3个极限活动中可以说是最刺激的。游客可以拥有从22公尺的高空横穿天空的机会，所有项目都可以给游客带来难忘的回忆，并且都有安全设备和工作人员，所以不用担心。要不要一起挑战看看？哇，这里就是全智贤代言的 BHC 炸鸡，我们来尝一尝这里最有人气的黄金起司粉无骨炸鸡和起司粉香肠年糕。这里就是太极殿，在这里可以欣赏嘉耶的传统的建筑物，还可以尝试最新的 AR 的技术。现在我来的地方是秘密花房，打开看似破旧的韩屋的门，你很自然地发出哇塞的赞叹声。在秘密庭院里，你可以留下自己的人生写照，在鲜花盛开的空间里，你可以自拍。我终于到
到福山了，我现在在福山的 EXO SKY 前面，它位于韩国第二高的福山的海云台 HT 地标塔，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釜山 EXO SKY 位于韩国第二高楼海云台 LCT 地标塔，这里是韩国最大规模的展望台，可以把海云台广阔的海景和釜山壮丽的景观放在眼底，访问人数已突破了30,000人，深受大众喜爱，能站在天上看着世界不觉得很刺激吗？不只是前景，在 EXO SKY 展览台内部还有华丽的媒体立面，可以拍出海云台风景的西餐厅，以及世界上最高的星巴克等，有很多能够带来最佳体验的要素。我现在在釜山的 EXO SKY 的一楼，这里的营业时间的话不分平日周末，公休日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营业。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路线，我们从一楼进去，坐高速电梯直接到100楼，然后呢顺着楼梯走下去到99楼和98楼就可以。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EXO SKY 的一楼设有为游客建立的便利的设施，这里有服务台和售票处、提款机、物品保管箱以及免费婴儿车如你缓缓区。欢迎区还有设置 EXO PHOTO， 可以在登上展览台前先拍照，而这些照片的成果到了100楼会再给我们看。哇，我好期待这里的电梯，因为听说这里的电梯不到1分钟直接到100楼层，我好紧张。而且里面还会有这么漂亮的海云台的风景的媒体艺术，真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就爬上了100层，真的很神奇。那我先放下我的激动的心，先确认一下我在一楼拍的照片。在100楼的艺术画廊中，还可以欣赏将釜山景色布置成展示馆的韩国艺术家们的作品。这里100楼层还会有 Shocking Bridge，它是一个玻璃地板的，而且它的高度，大家看一下这里，100楼层，而且384米。然后很多观光客的话就很刺激，就不敢往下看，直接路过。这样呢，既然来了这里，我就勇敢的挑战一下 ，Go Go Go！ 哇，天哪，好像我在站在天空的感觉。到了，这里还有只能在100楼体验的愿望飞机。愿望飞机是在纸飞机上写下愿望后放飞出去的体验，只要用6000韩币购买套装，任何人都可以体验的。这里就是全世界最高的星巴克，要去这个地方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里有只在釜山才买得到的星巴克周边商品，不能错过精巧的釜山星巴克的周边吧。最后是98层，这里有 EXO GIFT 纪念品店，只能在釜山的 EXO SKY 才能买到的釜山产品，这里琳琅满目。从广安桥的音乐盒到印有釜山字母的烧酒杯，再到可爱的钥匙圈，光是观赏就觉得非常有趣。经过纪念品店后，天空信函会等着大家。如果你在一个叫做 Make Your Own Cloud 的小屏幕上手写字或画画，它会在你面前大屏幕上变成一朵云，有云朵和星座两个版本，希望你能留下可爱的回忆。
在98楼还可以观看 SkyX Show， 这可以说是 X the Sky 的亮点，在晚上7点、8点、9点放映，以大玻璃为画布进行镭射表演。据说晚上有很多游客慕名前来观看。此外 ，SkyWave 则是在天花板上透过画面的变换，形成五颜六色的形状，也是98楼的看点之一。SkyWave 是在晚上6点半、7点半和8点半放映。能够一眼俯视釜山的大海和天空的感觉如何呢？这不就是城市和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吗？在这里，我完全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釜山。这里就是釜山的 X the Sky。